来，我们呢，现在我们船长要进入第二水道啊、哦。刚才那个是第一水道，那第二水道各位很幸运哦。去年十二月，我们的总经理呢，他呢觉得让游客再多游一点航程，哦，所以又开放了这一个第二个水道哈、哦。可是第二个水道很窄，哦，考验船长的技术。你看都很窄，有没有？啊，旁边呢又比较什么？比较浅，哦，所以呢考验船长的技术。所以呢，我们的这个美女船长，哎，特大告注意，我们的美女船长呢，船长是美女呢，哇，真的，身材啊，哎，对，哦，你在摘，哎呀，这个水道其实哦不难，这个水道呢鸟类会鸟况非常好，可是呢现在已经四月了，对不对？四月的话呢，我们的候鸟都已经离开了，不然的话这里会很多的候鸟。来看看我们跑出来的话，后面有很多鸭子，有没有？哎，一头鸭就在那边了啊、哦。我们传递过去呢，它就跑出来了。哦，有没有看到？有哈、哦。对，它现在呢。从西伯利亚过来，对，他现在不回去了，现在变成留鸟了，留在这里的鸟了哈。本来是候鸟，现在是留鸟哈。刚才没有看到，现在这个没有动的，那个竹子在被出来。外公，因为那个竹子剧烈颠荡，哎，他就知道有人经过了，啊，他就会游出来了哈。太困难了，太有困难。这些鸭子哈，哎，对，他等一下呢会到岸边去跟你们哈会合了哈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要跟你们打招呼，还要汇合一下，对不对？哎，来，你看我们船长呢，在这么狭窄的水道里面呢，在回转哦，很顺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干木鹤鹅，哦，来个多给几个，我们这个船长，赞哦，不多赞的哈。而且呢，他你看他今天就是慢慢的开，慢慢开，让我们可以浏览哈，湖面的景观了哈。哎，这拍照起来真的很美哈、哦，这个水哈、哦，哎，真的非常美。哦，不输啦，台其实台湾很多美景都比国外漂亮，只不过我们没有用心去把它欣赏而已。对对对，我们这个水域他们每天都要整理呢，他们就开船开着船哦。对，这个就是绿头鸭哦。对，来，他故意过来给你们看的呢，你敢看麦啊？对，我再打个铁了。